主料羊脑一个，辅料葱五段，姜三片，料酒五汤匙。准备时间一到两小时，制作时间十到二十分钟。新鲜羊脑用料酒去腥，泡一小时。葱切段，姜切片，冷水放入葱姜，大火烧开，放入料酒，把羊脑放在大勺里，在锅里汆烫待定型后，再放入锅里，中火慢慢炖十分钟。因为是给宝宝吃的，可以多炖一会。烹饪技巧：羊脑一定要用料酒泡一小时，去除膻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